春星期天，现在继续。快点吧，烧了还得回去睡觉呢。把这个给我。这都那一天了，别走，都困了。你这么多啊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们宫里怎么每天有那么多东西要烧啊？有人得病了，怕传染。什么病啊？瘟疫。瘟疫！什么？宫里有瘟疫？你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宫里怎么会有瘟疫呢？太可怕了！我这几天咳得也厉害。说不定都已经被传染了呢。哎，你们别躲那么远啊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靠近你们的。你们如果这么怕的话，要不然你们先回去，这剩下的活我帮你们干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快回去。发现你吗？没有。你天天这么累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一天不见你，我更会担心你的。真的是苦了你了，每天让你服用这种毒药。这算什么呀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愿意永远这样。药带了吗？喂，你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每次都藏着？我真的很没用，没有办法保护你，还每天让你受这种苦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怎么样，女皇陛下有没有打消和亲的念头？这几天已经开始动摇了。看不见啊！哎，这位侍卫大哥，你能告诉我路在哪儿吗？好厉害！既然什么都看不见，怎么能知道我是个侍卫？你不是贺兰君的那个助手吗？怎么没出宫？记性不错。见公主，小人贺兰君参见公主。起来吧。谢公主。贺兰大人，给你看样东西，好看吗？漂亮吗？嗯，美吗？漂亮，很漂亮，特别的漂亮。你还装？你的人现在在我手上。他是死是活，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哦，原来公主殿下是特地来和小人谈条件的。不，我是想让你同情我。同情？很早以前，我是一个很任性的公主。如果那个时候遇见了现在的事，我早就一刀一个，什么都不问了。可是我遇到了一个人，
是他教我要心生善念，才可以活得更安心。那时候父皇还在，母皇还没有做皇帝，我是个任性的公主，一心想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女扮男装跑到了军营里。我以为我小时候学的武功可以让我大放异彩，可是身在帝王家的女儿就这么悲哀，谁也不会真的跟你打，让你每次都能赢，然后就会自大的以为自己的武功很不错，其实是一塌糊涂。小兄弟，你跟我们这儿所有人都打过了，还没有一场能打赢的，我劝你还是别打了。你看你这小身板，别说打架了，就连拿兵器都难，不如回家娶媳妇种地算了。大家都是军营中人，理应团结才是，怎么能取笑一个弱者？小兄弟，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我练功，记住今天每一个打你的人，明天把他们打回去。我就这样认识了他，他是军营中的校尉，虽然是个小官，却很有头领的意识，大家都服他。我开始觉得他只是想哗众取宠，表现一下自己的大度，可是无论我怎么任性，他都是那么有耐心。渐渐我才发现他真的是个不错的人。小兄弟挺机灵的，可偷袭不是个好习惯。你要是再偷袭的话就要受罚了。还敢挣扎，小屁孩还敢来是吧？放开我，放下来，住口。他这个人好的时候很好，可是讲规矩的时候也特别讲规矩。就在我对他刚刚产生好感的时候，他又让我恨上了他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怎么还在那儿啊？大家都在洗澡，来来来，一起。哎，是不是害羞啊？大家都是男人，别害羞，别不好意思啊。就是啊，谁害羞啊？我身上挺干净的，不用洗澡。看你们灰头土脸的，哪里干净啊？我看你是不合群吧。哎呀，我早说他怪怪的，大家还是别让他下来了，随他去吧。哎呀，我们洗我们的啊。我说小兄弟，别忘了我跟你说的，不要让他们看不起你，何必要搞得与众不同呢？没关系，我们是兄弟一家亲嘛。来，快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不去。哎，你放下。哎，你放开我。你想干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女子入军营，当斩。你敢斩我？军令如山。跪下。那个时候我很叛逆，我没有立刻跟他亮明我的身份，
我想，反正军中有朝廷里的人，他们不会任由他杀我的。我倒想看看他知道我身份的时候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。自古军中不得有女子入内，一旦发现，定斩不赦。来人呢？在。启动。是。你要杀我吗？你敢杀我吗？给本阁主松绑！你想干什么？自古以来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公主亦不能例外。为了军中三千将士，末将不会杀公主，但礼数不可废，必须以发代首。如今行刑完毕，请公主离开。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他在那么多人面前侮辱我，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想，怎么样我也要在离开军营之前狠狠地整他一下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可是没想到，没有整到他，却整到了自己。小女孩的心态总是很简单的，我抓了一条蛇，把她的牙拔了，想拿去吓吓那个不近人情的家伙，以为这样就报仇了，没想到却遇见了混入军营的突厥兵。那是我第一次被俘虏，也是我第一次吃苦。我想我肯定完蛋了，那个我讨厌的家伙，他一定不会来救我，他一定巴不得我死。可是我又一次亮错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，永宁公主被抓了。粮草兵马可好？我是追。是。我乱。好，你们先走。速速放了我朝公主，饶你一命。休想！别过来，
要不然我一刀砍死他！不许伤害公主，在你自己身上捅几刀！不要！不要！快冲！不要！这样可以了吗？再冲！你武功太棒，我不放心。不要！现在可以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就是大唐的将士，保护公主是我家的职责。你现在可以放开公主了。公主，你冲我来！你这个笨蛋！不要！公主受惊了，请随末将一起离开。走，放开！大家给我追！撤！他们！跳！撤！撤！撤！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追啊！撤！撤！追！追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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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放箭！青春纪实片，现在继续。公主，你信我吗？是一个幸福的开始，没想到这个山谷四面环山，根本就没有出路。山里的食物也不多，最可怕的是我突然得了一场大病，整个人一直在发烧，却怎么也好不了。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？我好几天没有梳洗了。没有，公主一直都很漂亮。你骗人，我都能想象出我现在有多丑。要不然你扶我到那河边，我照照，就算死我也不想死得特别难看。不会的，公主你不会死，末将一定会尽快找到出路，末将向你保证。对不起。你不服我，我自己去。公主。
就是瘦了。如果我梳妆夹里的蝴蝶簪子在就好了，那是我母后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那只蝴蝶就像真的蝴蝶一样，可能我以后再也戴不了了。不会的，公主，你可能是因为累了需要休息，没准等醒来之后病就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自己醒不过来了，可是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却看到了我人生中最最动人的一幕。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？公主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刚才摸你的头很烫，我想我可能这么扇着扇着，没准你的病就好了。很烫吗？我用手指无穷尽的看风。我是个粗人，做这个东西做的不是很好看，也没有你母后的好。这是你做的？啊。让相思从缝隙里成墙。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想你好好活着，做一个快乐的公主。云喧嚣，尘世把我们遗忘。听你呼吸里的伤，听你心跳里的狂，听你怀抱的慢慢淹过山岗。永远都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听你眼睛里的光，听爱在耳畔发烫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不管世上发生任何事，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公主，这里没有公主，只有妻子。我要做你的妻子。谁把红豆一丝一缕磨成香，让相思从缝隙里成浆，惊鸿入耳，温柔了沧桑。云喧嚣，尘世把我们遗忘。听你呼吸里的伤，听你心跳里的狂，听你怀抱的暖蔓延过山岗。听爱在耳畔发烫，听我们在心墙的两边地老天荒。听你呼吸里的伤，听你心跳里的狂，听你怀抱的暖蔓延过山岗。我们一直以为会这样过一辈子，可是没想到上天居然给了一个奇迹。你怎么了？我怕
怕你再像上次那样把我扔出去。你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会抱紧你，再也不会把你扔出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别靠近，我去看看。他受伤了。他伤得好重啊，我们救着他吧。好。你回来了。再过几天，那只雕的伤就完全好了。我想让他驮着你出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他根本就驮不起我们两个人。如果非要勉强这么做，很有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要摔死。所以，你先跟他出去，到时候你再带人回来救我。那为什么先走的不是你？因为我比你强壮啊。可是，公主，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这样的苦日子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只能离开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。迪江，你了解我的性格，我说过的话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但是公主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不论任何时候，发生任何的事情，都不可能让我们两个人再分开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好吗？这只雕意外的降落，给了我们人生新的希望。它可以带着一个人出山谷，却无法承受两个人的重量。按我的意思，我想一辈子跟迪江生活在那个山谷里。可是他觉得我是公主，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苦。他希望我能够出去。你一定要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为什么把这个还给我？我要你替我保管，等下次再见到我的时候，我要你再送我一次。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好好的活着，做一个快乐的公主。没有你我不会快乐，所以等我回来。小心点。扶起来，姑娘，快扶起来！扶起来，扶起来，这多危险啊！姑娘，姑娘，我很幸运地回到了原来的世界，也很幸运地被接回了宫。我找了好多人去那个山谷寻找迪江的下落，就在前面，可是却没有找到他。直到一年以后，我遇到了一个采药的老人，才知道他也获救了，同时也知道了他的一个秘密。公主啊，这就是那个山谷里的人曾经住过的房子。我救他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内伤已经很重了，估计活不了几天。我问他有什么心愿，他说没有。
只要他爱着的人开心快乐，并且能够忘记他，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。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在我带他回来的第三天，一个风雪的夜晚，他离开了。也许是怕拖累我吧。真是个好人呐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帝江，你说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没有你在，你让我怎么活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，帝江？自从得知狄将的事之后，我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每天都喝醉，希望早日解脱，能够重新再见到他。但是没想到，老天保佑，他居然没有死。如果我活着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公主，公主，相信我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在那儿。属下参见公主，您没事吧？狄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赶快退下！属下恭送公主。这是公主刚才遗落的东西，现在还给公主。你要帮我一个小小的忙，就让我的容貌保持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可以不用嫁到突厥去了。你，狄江在我手里，假如你还想让他活命的话，就乖乖听我的话，喝我的药。爱能否救赎？比起跟狄江在一起，我更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我是来请你交出治疗我脸上红斑的药方。待公主嫁去突厥之后，我必定会放了她。当初你为了让我忘记你而离开我，我也希望你能因为我的离开而忘记我。青春新体验，现在继续。带我长发
几样，嘿，归来去我可好，等你等的忘了笑，求了头上的金不要，哪怕容颜就此苍老，哪怕岁月不再逍遥，不再逍遥，赖在你的身边就好，一生只听你的